看来这个月老夫真的开始保我平安了。你我之间红线不断，彼此牵挂，定能平安，一路小心。大王，他们识破了驱风阵。他们定是想到了破阵之法，以我们如今的兵力，血凤阵不能再用。莫雨姬有消息了吗？距离多远？前方的狮吼并没有打探到任何的消息，恐莫雨姬暂时不会来了。众将士，擂鼓杀敌！请亲王带领风云记抢占鹃城，待我和黄昭交锋之时，亲王便可带人直奔王宇。我在帝京等你。此战之后，天下可定。诸位可愿意助孤征服这天下？谨遵大王号令。灵七，落英山遭遇劲敌，三万风云计几乎折损过半，大王拼死保护我等突围，他们根本不是禁军，而是一群极其强大危害百姓的凶兵。大王要我传递出消息，告知大东的后手，大王现在正与士兵共生死，苦守落英山，情况不明，请速速发兵救援。大王，东书方的军队距离此地已不足三里，正往这边赶来。众将士，随我出兵，为死去的兄弟报仇，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。此战必胜！